各地人无形的炫富，气死！咩咁早啊？不是刚去完你新疆女朋友老家吗？去他家，他爸带我看羊。咁无厘头嘅，佢想 sell 俾你啊？他还跟我说，那个羊不是叫刀郎啊？难道系嗰个唱？2002年的第一场雪。说啥刀郎？这个你看，长多丑！这只应该能给首富了吧？吹吧你，哪里的首富？品相好的话，珠江新城吧。哎，你那个广东女朋友呢？早吹啦，我就是今天就嫁妆了呗。你猜她嫁妆啥？她爸给我提了桶果皮，搞得谁家没有湿垃圾似的。她家装果皮的是不是长这样？啊，对啊，一样啊。咋了？你们那么喜欢湿垃圾？这是我妈给我姐准备的嫁妆，十来万吧。哇塞！小龙门啊，你拉倒吧你！你跟你那湖南女朋友不也吹了吗？好似你两个咁，我遭老追咯！我醒目啊，他老爸在个小破屋里面拿个黑色的肉出来，跟我说是腊肉，还叫我少打听。黑色的那就是腊肉啊！搞笑啊，我广东人嚟噶嘛，腊肉我唔识分咩？红色噶嘛，这样呢？是啊，这我家的，这屋我爸花了好几万搞，快遭老追了！我本来就属羊嘛，怎么不喜欢羊呢？拜拜，兄弟，我搞定了，今晚我请客，激动君，切，广东淮北红星给俺焖干，我就不去了，我怕挡板板。野生的，优质，1000多一斤，把离你家最近的医院定位分享给我，我决定冒一下险。